兄弟们，就在刚刚，我女票圆梦了。是的，买错，她终于合出三星小法了。本来是点错了才开的一局，所以就没录。我说的是前边没录啊，咱们从六杠一开始看。没错，他还有个赏金转，就算不玩也得拿摆出来，这就是牌面。六杠三，他小法六张，也就是说到六杠六他就能追出三星小法了。但是现在只剩一家，血量不行还打不过他，于是调整站位，放放水，把维古斯拉到下边，脆皮往上扔，飞机拉到最右边啊，防止被入太多。请恕我直言，就他这个血量，空城三回合都死不了啊。他怕对面投降，甚至就连大选抢装备都让一手，对我都没这么谦让过。成功挺到六杠七，三星小法九位。他能敢在赛季末圆梦，值了。